拿你们现在的情况，多少是可以出一些的，是死是活，咱们往北京走一趟，就真治不了了，咱们也就认了。爸，大概得多少钱？大概我和你妈那儿有10000来块钱，你这儿呢，还得出个10000出头吧，起码能往北京走了。是。哥突然得这个病，我也一直挺着急的，就像你说的，就是是死是活，咱去趟北京。对，爸，现在就是主要的问题吧，我兜里没钱，钱啊都小英管着呢，我是特别想拿这个钱，爸，是吧？你也明白我说的意思，要不你跟小英说一说。小英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和强子说这个，准备把韩刚啊往北京送一趟去看看，大家都要出点钱。哎，怎么说呢？想当年你生孩子，强子下岗，困难的很，碰见个那个叫什么赵四儿那玩意�儿，那个大骗子。说要1000块钱做个押金卖什么衣服，那1000块钱就是找你哥哥借的嘛。啊，从那1000块钱开始，韩刚就没消停过，咱们这也就没消停过。爸，我们没说不拿，你翻这旧账干什么呢？不是，我不是翻旧账，我主要是想说什么意思呢？咱们啊，有福大家同享，有难大家要同当。那什么，那个小英，那个我爸找我有点事儿，我回去一趟。小英怎么了？没回来吗？他没回，他回来干嘛呀？他说他回来啊。哎，你回来，回来。哎，你是不是又欺负小英了？我欺负什么小英了？我跟他要钱，我哥要治病。你给你哥看病，你找小英要钱，要得着吗？我怎么不找他要钱呢？韩强，不是你老丈人，我说你啊，你说你哥有病，凭什么你们两口子掏钱呀？你哥得的什么病你知道吗？尿毒症。那是一无底洞，你今天给了，明天你给不给？给完了以后，你说以后你们两口子日子怎么过？你爸也是，你说你不能顾了大的不顾小的呀。那是我亲哥，再说他以前还帮过我呢。我们家事儿你别掺和了。我掺和也不是为了你们两口子好吗？行，你为我们好。小英回来呢，你给我打个电话，为我好。走了。哎，不是你这。姨，冬梅啊，快进来，坐啊！哎，姨，刚子呢？啊，他也没去公司，打电话也没接，他人呢？去哪儿了？这个，刚子让我把这个企划书交给你。哦，是吗？他都写出来了。哦，这封信他说先不给你呢。为什么呀？这不是写给我的吗？冬梅，这个计划书啊，昨天晚上刚子写到特别晚。姨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冬梅啊，反正想瞒你也瞒不住这事儿。刚子得病了，住院了。什么病啊？尿毒症。我去看看。Thank you.
正常。安哥，好好休息啊。谢谢啊。哥，没事儿啊，医生说一切正常。强子啊，你别去了，花这么多钱。哎呀，哥，我去交个费，你在这躺着啊。冬梅姐，哎，我去给我哥交个费，你在这陪着他。行。韩哥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真没想到自己能得这病。本来想着把规划做好了，把人员也培训好，公司就有了专业人才。好了，你现在别多想了，啊，好好养病。我自己的病我自己清楚，没那么好治。韩刚，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你别灰心啊，一定没问题的。冬梅，你拿的是我给你写的规划书吧？你回去好好看看，希望能帮上你。这个规划书很珍贵，我一定好好看。对了，里边有封信，是我写给你的，你就别看了。我当时写的时候，还不知道我自己生病，你把它还给我吧。韩刚，既然是给我写的，就让我看看吧。这个规划书很珍贵。我一定好好看。冬梅，你现在的家政公司虽然很小，但我相信10年之后一定会很大，因为你用你的真诚和你的信誉在做，你对客户、孩子和老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，受到了他们的尊重。冬梅，说真话，所有的现代管理模式在你这儿已经没说服力了。我对你的服务宗旨真的很赞同，我在你这儿学到了好多东西。我现在写的这几页纸的计划书，希望能对你的发展有所帮助。冬梅，我觉得你太善良，可惜我没好好珍惜。有句话憋在我心里太长时间了，如果我现在跟你说我爱你，你还会接受吗？既然你是护士，我也实话实说，依韩刚目前的病情来看，必须赶紧去北京治疗，他这个病还是越早治得越好。但是韩刚的家属到现在还没有动静，韩刚本人情绪很低落，这对于他的治疗都非常的不利。等就是意味着病情恶化，就是在浪费治愈的机会。北京方面的医院我们都已经给他联系好了，并且把他的病历转给了曾广奇教授，让韩刚尽快的与曾教授见面，让专家组给他做一个全面的会诊。哦，那他的家属为什么不去北京呢？哦，可能是费用方面的问题吧。这对于哪个家庭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啊。Thank you.
冬梅，哪来的钱？把车卖了。卖车？为什么卖车？爸，韩刚病了，他得的是尿毒症，治这个病要花很多钱，所以我……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你对韩刚还他不死心。这么些年都过去了，你跟胡家旺离也离了，你说你就不能够找个好人家过几天舒心的日子？你给我坐这儿。冬梅啊，咱们家的日子刚刚好过了，我就惦记着你呢，能够早点找一个可心的人嫁出去，这也了了我一贯心病。我为你啊，去过那公园的相亲角，我为你那厚着脸皮去上那个婚介所，拿回来照片你不看，让你见个面吧，你告诉你没时间。原来你这心里惦记的还是韩刚啊。你想想，他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你还惦记他是干什么？爸，您说完了吗？没完。把他弄到你这公司里去工作，我这心里就犯嘀咕。现在你又瞒着我把这车卖了，你这叫干什么呀？你这。爸，其实这件事儿啊，我压根就没想瞒您。在您眼里吧，您就觉得我跟韩刚不应该再结婚谈恋爱了。可是您应该知道，这人世间除了爱情，还有友情、亲情，还有朋友情、同志情。是。曾经韩刚在感情上伤害过我，可是毕竟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不能做爱人，也不能做仇人吧？没了爱情就没有友情了吗？爸，他现在处于人生的低谷，我们应该想方设法拉他一把。你拉谁都行，他不行，他走到今天这一步，我是自作自受。你拉他不值当，拉别人走出困境还有什么值当不值当的呢？任何人都不会一辈子一帆风顺的，任何人都有缺点、错误，有人格上的弱点。韩刚也一样啊，就因为我跟韩刚曾经有过恩恩怨怨，现在就不能帮他了吗？爸，退一万步说，不看僧面还看佛面呢。那个时候，您跟韩叔外出工作，那不是都是素芬姨一手把我拉扯大的吗？要说这个，咱们应该感谢人韩家呢。现在韩刚病了，姨和叔他们都快愁死了，你说我们这个时候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爸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想过以后要跟韩刚怎么样，我现在就一心想着能帮韩刚把这病治好了。爸，你相信我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我现在只想帮帮他们。冬梅，你那车卖了多少钱？两万。怎么了？四万八买的，才卖两万。亏大发了。给你，这是家里存折，把它取出来，给你韩叔一块送过去。爸，去吧。韩叔，这钱您拿着。这是什么钱？这是我爸的积蓄，也是他的心意。这个是我的，您拿着。哎呀，闺女，这可使不得，这点钱都是你们从牙缝里挤出来的，我收不能收。哎呀，韩叔，您一定要收，这是给韩刚治病的钱呢，迟一天韩刚就危险一天，快您拿着。不是，
你听我说啊，对于你呀、啊，对于你们家呀，我这心里头老有个结，我老觉得呀，老韩家对不住你们老韩家。哎呀，韩叔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再说这个，我生气了啊！现在还提这事儿，韩叔，救韩刚命要紧啊，这钱您拿着。你说让我怎么好？哎呀，韩叔，哎。哥怎么样了？说明说中午想吃什么呀？老哥还行吧。什么叫还行啊？啊，你跟我说说你哥那边，这孩子，你哥那边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我问你话呢，你哥到底今天怎么样了？我哥挺好的。妈，你说小英能把存折放哪儿啊？啊？别瞎翻腾，翻腾完了他跟你又急回来。他急就急，现在，妈，你平时藏存折你就藏哪儿？行了，你这种事就得跟他好好的商量。小英她也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呢。是不是把存折藏胡老三那儿了？我去找胡老三去。哎，你别跟我这惹事儿，瞎惹事儿。不是，你说他能把存折藏哪儿去？我爸现在还翻旧账，我这心里，哎呀。你爸那是急的。小英。姐，我正等你呢。小英，这钱你拿着。这什么钱啊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小英，现在韩刚病得厉害，必须马上去北京治，不能再耽误了。如果再耽误的话，就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了。这钱是我和我爸的一点心意，你拿着。我刚才给韩叔他死活不要。我知道你的心意，姐，可是这钱我爸都没收，我也不能拿。小英，你一定要拿着啊！你给他，他会要的，千万别说是我给的，好吗？你看我把车都卖了，你一定要给他。姐，你把车卖了？回来了，小英，待会儿咱们就吃饭。姐，你没看见我回来了？看见了，怎么的了？你不起来是不是？我看你这态度，你大哥的事儿你是不是不想管了？你可得了吧，我能管得了吗？啊？行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咱们大家都不管了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给，拿去给大哥看病吧。啊？真的假的？不信是不是？不信你就给我拿回来。哎，别别！你不是不同意给钱吗？刚刚看冬梅姐了，冬梅姐非要给我拿钱，说帮大哥。你说冬梅姐人怎么那么好？太善良了，你说现在他图你大哥什么呀？觉得跟人家比，咱们开始做的是有点不好。爸，爸，爸，你们过来了。啊，爸，送我大哥去北京看病吧，这钱我们出了。小英。你什么都别说了，这钱啊不算什么，咱们一家人的情谊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先准备了500，然后不够我再说，我们再去想办法。这可让我怎么谢你们？哎，爸，我但凡有一点点办法，我也不会逼你们掏钱。等过了这一关，你们掏的钱我都一点点还上。行了，爸，都什么时候您说这话？是吧，先不说这些了啊，咱们去看看大哥。走。
强子，这是你的血汗钱，我不能要，我已经连累了一家人了，我不想再欠你的。哥，你说什么呢？爸都说了，咱们这一家人就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再说你当初也帮我们那么多呢。是啊，这是你们的想法，我不这么想。再说了，为了我一个重病的人倾家荡产，不值得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值不值得是我们的事儿，行不行？是啊，再说哥，这钱不用你还。小英，你们拿回去吧。强子，你不知道，我承受不了这种压力。快把钱拿回去吧。哥，你咋这么犟呢？我插一句啊，韩刚，你要勇敢地面对眼前这个情况，恰恰不能把这些当压力。小英啊，强子啊，还有很多亲朋好友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像那个冬梅，为了给你治病，把车都卖了吧。你现在需要想想，大家伙都是为了什么，这是你最应该想的。冬梅把车都卖了，强子，咱不能拿冬梅的钱呢。没要，哥，爸没要。到了北京以后啊，秦往家来电话。你也这么大岁数了，别再把自己给累病了。哎，这话说多少遍了？我给你们收拾了两包东西，一包子是你的，还有一包子是刚子的。强，哎，这可是咱们家所有的钱，这不是一个小数，你可得拿好了。你别天天马马虎虎的，你听见没？你无论你上厕所，你睡觉，你都得把它给我看好了，啊！哎呀，忙活了好几年，这一个小包就把所有钱装下了。行，你放心吧，媳妇。明儿就走了，明明还小，妈有病，家里就全靠你了啊。这家里倒没什么事儿，你说这病也挺严重的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。你说什么呢？不就是这么回事儿吗？我看他这两天总是叨叨想见文文，要不……哎呀，那玛丽也不让见呢。那咱们去求呗。你能求玛丽，我怎么就不信了？我为了你哥，我忍了。那你境界还挺高的。咱明天就去一趟吧。好。哟，文文，这小车是不是小点了？啊，文文长高了，等老爷病好了，咱们上街去给你买个大汽车啊，乖。哎呀。哎呦，哎，一想你们就在花园里，刚才去家里找没有？是啊，上家去找了。对对，带他玩呢，是吧？啊，对，叫人，快。
叫二叔。二叔。哎呦，文文真乖。阿姨，你这功劳可大了，这养的也太好了。哎呦，你们有什么事儿吧？小嘴这么甜。没有，就是来取取经，那让他知道知道怎么带孩子。你看把那个明明带的。是，我得学学。让那个二叔抱抱。哎，抱抱，来，让二叔抱抱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哥的。文文，这是二婶给你买的玩具，喜不喜欢？拿着，来。别给他买这些玩具，这毛绒玩具呀，它不卫生。文文，二叔让你带你去看爸爸，好不好？啊？好不好？阿姨，大哥他病了，挺严重的。病了？嗯，是不是要去北京看病了？走之前呢，就想见见文文。哎呦。这可不行，我做不了主，这事得跟丽丽商量啊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哎，就是求求你了，就让他爸爸看孩子一眼，一眼就给您送回来。不行不行，这可不是开玩笑呢啊！把文文给我，咱商量商量。你把文文给我，开玩笑，阿姨，好好商量，阿姨，好好商量，阿姨，好好商量，阿姨，把文文给我，阿姨，我就给你送回来。文文，别哭，我是爸爸呀，文文。文文，在这儿不怕啊？我哥看看孩子不行吗？那你是叫抢，你知不知道？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？你也太过分了！不好好说，你听吗？当然行了，你们这是强盗，知道吗？走。谁强盗啊？谁？瞧他那样。疯了你们！我哥不要见文文吗？见文文也不能这么见法啊！啊！我跟他好好说，他不听。好好听不听也不能这是犯法，懂不懂？就告我呗！告你！还逞能了你？告什么你？没事啊，见也见了，咱就好好的，踏踏实实的上北京去看病，把身体啊看得好好的，哎，硬硬朗朗的，咱们回来，咱们再去看文文，啊，好吧？师傅，你开一些货柜箱吧。刚子，到了北京以后，好好的治病，早点把病治好了，妈在家等着你啊。你知道吗？妈，你多注意身体。妈没事，妈就是希望您能早点好。冬梅，我来送送你。谢谢你啊，冬梅。把病治好了，才是对我最大的感谢。这么多人关心帮助我，我一定要治好了才回来，否则对不起大家。这才是我以前的汉刚。哥。咱上车吧。哦，我得走了。我带你回来，一定要回来。嗯，知道了。走了，冬梅。妈，上车了。走了啊。打电话啊。好好照顾家啊。到北京以后来电话啊。我等你，爸爸再见。
小少，我哥得的真是尿毒症吗？是，并且已经到了晚期了。晚期？晚期人？听教授说，教授，晚期还有救吗？救肯定是能救，有比韩刚病情更严重的都恢复了。那怎么救啊？现在根据韩刚的情况呢，我们制定了一个治疗方案。啊，就是先给他进行血液透析，一周两次。啊，一次多少钱？一次600块钱。600块钱，这么贵？其实透析啊也是临时的解决方案，对于肾病病人来说，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肾脏移植手术。我们已经把韩刚的情况报到了各肾源库，现在就等着合适的配型出现。不过有个问题，你们得做好思想准备，这个肾脏移植手术费用很高，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那不在乎，我们不在乎。就是说，教授，您说的那个肾源要等多长时间呢？你的心情我理解，可是这个肾源全国现在都非常紧张，但是也有快的。在所有的肾源当中啊，亲属的肾源配型成功率是最高，成活率也好。这个费用呢，也比买一个肾要便宜一半以上。刚才我去给你打听了啊，就我们厂那个车间主任刘主任那个儿子，在家里窝2年了，就等着这肾移植呢。听说是最好移植他兄弟姐妹，他有个姐姐呀，可人家姐夫说什么也不同意。那肾是什么呀？那就是人的腰子呀。你说这人要少了个腰子，那不就是个废人了吗？小杨，你赶紧让韩强回来。这万一韩立德让他给他哥捐个腰子，你们两口子的日子那怎么过呀？那么严重啊？那可不是。那我赶紧打电话让韩强回来。对，赶快去。快去了。喂，怎么了？你没给你大哥捐肾吧？你说什么？没有。人家这医院啊，捐肾要做配型。但是医生说了，说那个亲属的肾是最好。医生真这么说呀？韩强，你不能捐啊！你知道少一个肾那就成废人了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敢捐，我就跟你离婚。说什么呢？啊，行，我知道。你得答应我，你别哼哈的。你赶紧回来一趟，你在那儿我不放心。我怎么回去？我爸在这一个人弄不了。你就说公司有事儿呗，要不你就给大哥请个陪护，钱咱们都出了。啊，咱们对大哥已经不错了，还要多少钱我们再凑。哎呀，知道了，先挂了啊。爸，爸，怎么了？跟你说点事儿。嗯。就是刚才小英打个电话，说那个公司出了点事儿，给人家装修到时间没装完，人家投诉我们，还要10倍赔偿。让人家投诉了，这就是信誉问题啊。那你先回去吧。我先回去，你在这行吗？一个人？行，我能应付。快回去吧，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不管做事儿、做人，信誉非常重要。你回去，你要给你公司那几个人都说说。哎呦，今天还有车吗？今天没有了，明天中午有一趟，是吧？明天，那你准备准备吧。哎，啊，我去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进来。安娜，哎，对，强子单位啊。他有事儿，需要马上回去一趟，不忍心走。你快给哥哥说说。哎，说上去。回去吧，强子。单位的事儿了解。你回去以后啊，想着跟咱妈说，我挺好的。
这事儿你报喜不报忧，明白吗？嗯，明白哥。还有，你要是见着冬梅了，你也说我挺好的，千万别乱说话。韩刚，准备去透析了。哦，好。没事。爸，接个电话。喂，怎么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明天回去，明天回去。我知道了，你看着点啊。哎，好。啊，我行啊，行了，挂了，明天回去啊。报告我看，实际上对于他来说，还是做肾脏移植手术最好。我上回不跟您说了吗？就是亲属的肾脏，配型成功率是最高的。韩刚不是有个弟弟吗？对，啊，哎，就是有个弟弟。如果捐了肾，对捐肾人这个身体有多大影响？其实一个人啊，要捐掉一个肾，靠另外一个肾也能够正常生活。一个人的肾约有100万个肾单位，两个肾呢，平常实际上有1/4在工作，有1/3都处于休息状态。哦，所以说一旦切掉一个肾以后啊，对人身体啊没有什么大的影响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有一个80岁的老干部，他们体检的时候啊，检查出他先天就只有一个肾。是吗？这就足以证明人体靠一个肾完全能够健康的生活，而且不影响寿命啊。况且这个亲属活体共肾手术前，我们要对他进行全面的检查，确保他共肾以后身体的健康和安全。另外，如果你有这样和那样的病啊，是不允许捐肾的，所以患者不必对供者的健康啊、寿命啊担心。当然，我们医院不能强迫家属怎么样，我们只有建议权。所以我想给您说呢，您是不是能给韩刚的弟弟说说，让他做做配型试验？如果说失败了，那我没办法，只有等着别人捐献了。教授，那要是我这个……我接个电话啊。哎，喂，啊。好，我马上上来。好，哎，韩叔，我楼上有个手术，让我马上去一趟。那您再考虑考虑。哎，好，给你添麻烦了啊。嗯，走吧。好。总是转。
是几番际遇又存下一道烟轮，和光阴耳语在落叶的时分，心已成心无回望人世的经历，每一次想要读懂你却够不开那扇门。看在